主持人主持完红毯有多麻烦。换回衣服卸妆。不疼不疼。猜猜我是谁？脑壳打开了。差点忘了这小孩。风口。下班了吗？有个聚会一起来呗。今天这种日子不来了，我都卸妆了。哎，正好都是女的，不用化妆。涂完嘴巴嫩嫩的。都是你们，就是要一副赢得不费力的样子。就是你了。先用我的神仙水修复肌肤，强韧屏障。长时间持妆出镜、熬夜，皮肤够了才能淡妆浓抹，走香一腻。再用它做水溶质地，像水一样的精华。也可以直接用注氧仪，更好吸收里面的 Pitara。那行吧，我就素颜过来喽。皮肤滑滑嫩嫩。很多艺人白的发光的秘密就是他 SK2 小灯泡，我也来从内而外解决暗场。再用大红瓶给肌肤充个电，做足抗老功课。这样一套就能同时满足维稳加美白加抗老需求了，全套都有 Pitara， 加值让他们没有平替，无论台上台下，咱就要无可替代。明明说会带几个模特过来，那你别化妆了，我都没化。信你才怪！不过皮肤这么好，直接给我做完白就完了。粉底都不需要了，害羞的腮红是可以。抬起眉毛夹睫毛，今日就贴几根仙草。睫毛咱就说是正的吗？变身。啊，好像来了几个。